大家拢知影，马路若户口，一无注意就会造成袂当挽回遗憾。分外向中正路，因为跨过省道第一线，车流量本地就真大，但是却有车辆驾驶为了要赶紧过这个青红灯，跨过双黄线来正弯，加在无发生车祸事故，但是危险画面嘛，后边的行车记录器记录落来。位画面当中会当看到，这台小台货车一路一直奔，并且超过双黄线，一路向前冲，敢若为着抢最后的几秒。画面当中的所在，就是伫个花坛乡中山路甲中正路口，因为边仔就是邮局甲市场，原本来往的车辆就真多，只是真侪驾驶人看到市场就向前冲，不管路口是毋是有车，或者常常发生车祸事故。我很危险，非常的危险。你变顶后边就沙沙。我跟你讲啦，来右脚桥后多摆吼，看要变啦吼，瞬间就过。这边的车不是车啦，无你看这，哎，你这个是二路口啦。那边的车若出来，伊这边个赶紧要冲哦，直接掉掉这掉咧掉啊。迄间嘛，险过一个掉。伊要桥多，拢无你看这边有车。这都不算事啦，不算事咧，起来大家拢咧赶啦。警方表示，这个路口真复杂。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台小台货车明显是超过双黄线，警方会依法来告发。根据影像，那是小货车哈，那是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，那是逆向行驶，是处罚这个新台币900元以上1200元以下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1项3款。那警方在这里呼吁哈，那用路人要遵守各项交通规则，确保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那本件哈，那警方会依规定来举发。好好开车到真难，真正到有这么急。真侪网友对这台车的驾驶人的行为实在是不认同。万一路口若是有人经过，依照这台车的速度，一定挡袂落来，到时阵将会造成真侪家庭的危险。希望大家一定要细力开车，唔通抢急。新中华新闻北边林回答采访报道。